早上呆呆，早上欣赏，你好吗？唔该，我先介绍自己，我名叫诺菲艾加瓦尤尼斯，我今年34岁，我来做粉，我有一个仔8岁，我喺巴尼马中就发现来，我嘅身体有18个，我嘅地仲有50公斤，我身会高，我健高，我识煮肉，但系我识煮猪肉。我以前做嘢喺雅加达，2010年到2020年，我嘅老板喺中国嘅，我嘅老板有5个人，弟弟先生 PP 同埋两个小朋友，我嘅工作喺最松米松正结 OK， 只顾 PP 6个月，只顾小朋友2岁同埋6岁，我识最松，我识米松，我识只顾 PP， 只顾小朋友同埋只顾老人家，我而家学紧注意中国松同埋广东话，我想充满两年合约。我会尽力做嘢，礼貌老实，唔会驳嘴。我希望弟弟先生正我，唔该谢弟弟，唔该谢先生。喺香港再见，拜拜。